这个也是，5月31号，现在是2019年5月31号的中午的时候，电源被关掉了。这可能是这种情况，电源被关掉了以后，本来应该是这个状态，在我离家的时候应该这个状态。当有人在外面把那个电源关掉了以后，电视也是黑的，那个小屋子电视黑的。这个也停了，2019年，5月31号，中午的时候。